看我七八遍第一遍。龙猫在这里祝福你风调雨顺，事事顺利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特效。暑假怎么能少得了西游记的陪伴呢？今天来画一个86版的西游记里东海龙王的仿妆，我们来一起挑战一下吧。首先给头部上一层凡士林，卸妆的时候容易很多。面粉和硫化乳胶搅拌，准备锡箔纸做两个湄公鼓，然后就准备放飞自我了。本期的妆属于第一次尝试，有些方法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，不具备详情的参考价值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。接下来就不详细的讲解步骤了，开始讲解失误之处。用锡箔纸塑形底部确实有一点效果，但表面过度是个问题，以后会很少用到这个方法。卫生纸太薄了，不知道换成报纸什么样的效果。隆鼻子确实弄了好一会儿，本来打算偷个懒用这种方法做鼻子，但发现做不了，得用油泥去雕塑，看来下一次不能偷懒了。经历了这些以后，觉得做仿妆不能这样偷懒的方法，为了效果去雕塑，这次就先这样吧。我就是想看看这种方法最后的效果能做成什么样。锡箔纸做的棱角还可以，表面也不需要太光滑，最主要的是简单。现在是硫化乳胶干透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拿出假发。东海龙王是粉色的头发，是粘贴假发偷懒这一招，个人觉得还可以。如果做这种仿妆效果，没有过高的要求，使用此方法。要是拍摄电影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勾头发去吧。我是不想去勾头发了，还请原谅我这种懒人。因为第一次做这种仿妆，就算是实验了。所有的步骤先在石膏模型上先试验一下，至于这个石膏全都翻模，以后会出教程。这个是很久以前的蚕丝锦，现在拿出来使用。现在是粘贴好头发的样子，个人觉得还可以吧。这个妆的完成度上升6%吧。对了，忘了说一句，这也是以后才发现的，当时没有发现这个失误，就是粘贴头发之前最好先上色。上色现在是头发、胡子、眉毛粘贴好再上色，你会发现这个妆的完成度下降了16%。还是硬着头皮去完成吧，我想知道结果，即使错误百出，总结一下经验，下次更正。一切在石膏模型上完成后，拆卸步骤，这时也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头发和胡子连接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继续，以后避免这些问题。现在把它直接戴在头上，先戴上头发，再戴上鼻子、胡子。等等，等等，这是啥？这是东海龙王吗？即使我会游泳，也逃脱不了小伙伴的唾沫吧。请让我静静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请原谅我思考3秒钟。此时感觉此妆的完成度还有1%的几率，请赐予我力量吧。开个小玩笑。啊！事已至此，我本想本期就到此吧，拜拜。不行，我不能半途而废，这样对不起小伙伴。还得继续总结经验，为以后的妆面打下基础。先粘贴鼻子的问题处理边缘，然后上色，要先上色，记住了。粘贴下唇，这次分开一点点的上妆，也不是说把之前的步骤都否定了，
那是宝贵的经验，得让自己心里多少有点数。粘贴头发，这次眉毛没有了，卫生纸处理一下边缘，先上色再粘贴眉毛。让你们猜一下这个隆须是如何做到的，答案是吸铁丝加头发缠绕，简直是废物玲珑啊。龙王的王冠怎么办？没有，那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吧。我的手做这种手工显然是有点费重了。当当当当，王冠做成了，还请原谅我的粗糙。友情提问，你猜王冠上的夜明珠是什么材料？本期视频最大的投资就在这种服装了，请原谅我一开始把服装内外穿反了，可以允许你们先笑一会儿。等一下，好像还少了龙王胸前的圈圈吗？如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，弹幕刷起来，谢谢。这期妆面出的笨死了我很多脑细胞，总结错误和尝试妆面的展示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就结束了，你觉得这个反装怎么样呢？下一期你想看《西游记》里什么谎装呢？还请评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先拆两个龙须。瞬间感觉神清气爽，拜拜。还请关注、分享、收藏，谢谢大家。